间尽量保持安全距离，保持空气流通。在岗工作人员佩戴口罩，做好健康监测，合理安排工作。创新办公方式可考虑远程协同、视频会议，少开会，少集中。走进办公室，佩戴口罩，做好日常消毒清洁。勤开窗，常通风，人与人之间保持安全距离。乘坐电梯，电梯做好消毒，乘坐电梯必须佩戴口罩。单位食堂就餐配。我拍视频。你跟哪拍？你扯淡！
蔬菜啥的，鼠尾草。我留一半，你干啥呢？我寻思你不吃，现在不吃，现在吃，吃完饭吃，留一半。我留一半，你吃了半。你瞧，大夫，呼呼的。馒头卷儿呢，花卷儿。Thank you.
生，那你就不要给我妈任何的希望，而且尽快和唐阿姨考好。老实想，可是唐阿姨她不肯原谅我。我有办法。我听唐阿姨说，顾太医、顾老将军，你怎么会在西京？顾老将军，你应该知道，因为你。公公不计前嫌，我二人一定一心一意为公公办事，将功赎罪，万死不辞。好，操作真好，叫他进来吧。使者夫人突然来，是有何事？莹莹，这里说话方便点。放心，本宫现在已经完全取得陛下的信任，周围都是本宫的人，使者夫人可以放心说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虽然北魏国现在已经灭绝，但是和西迁的盟约却安然作数。听说天辉帝已经拿到了。原来需要尽快拉拢天辉帝的势力，然后等下一点乱性毒药，等到毒蛊人制成之时，或者娘娘有能力接管他的势力之时，那便可以彻底。只是在想，如今天明已经一分为二，稀缺朝局也已经稳定，陛下正好就算他变成了独孤家，也不啊呗。这部分挂了。太蠢了，那个蛇蛇。天，这个经典打法。哎呦呵，竟然恐吓我！啊，好了，憋住了。不行了。
全是。
Okay.
Oh yeah.换那个啊，花儿，超级难用，难用爆了，完全没有攻击力。
my feet.
final read. Ih,
嗯，是，你也小了，你，嗯，啊。
来。Yeah.